时间到现在，很高兴没有走的没有走哈、啊，走的走了哈、啊。有没有需要我为你们唱什么歌的？没有，我们今天一律不接受。啊、问了也是白问。你们先聊天一下，我找东西。嗯，好，这我讲话一下。哦哦，是吗？哎，讲话。欢迎大家来到铁花村。今天是风和日暖、春光好的4月4号，儿童节。对，儿童节有没有歌啊？4月4日，儿童节。是吗？我们儿童最快乐。哎，真的有这首歌、哦欸？真的真的有有。4月4日，儿童节，我们大家来庆祝。忘记了。不过现在学校小朋友儿童节有唱歌吗？没有、啊、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会唱那个交通安全歌。哦，请早上学去收入走秩序，要走到边坑，大家靠边走好吗？那我们通常最后一首歌都会唱母语歌哦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要听泰巴朗之歌？没有，好，拍手的哈，下次哈，下次哈，不要随便乱说了，他说谎，然后你知道看到他嗯骗，我们就很想唱一些比较，大家都可以有共鸣的歌哈，嗯，反正表演唱歌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你们都看不出来我在低潮哈，对，因为高潮只有我太太可以看得到。很烦呢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已经很久没有看到。怎么把秘密讲出来啦？就是。好，我们开放唱歌哈，如果你们会唱的话，就请用力唱。我们把这首歌当作我们今天的结尾，然后谢谢我们的兄弟姐妹，尤其是小鹿今天临时收到征召哈，本来还在整理骨灰炭。阿公，对，阿公，对，他去给阿公敬礼。他记得把阿公放回去，要让木木带出来。希望你们都可以保持很快乐，不见得天天快乐，反正像他们这样聊天就很快乐啊。然后这首歌我们可以一起唱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是这么唱的，大家。大象长长的鼻子真昂扬。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，孔雀旋转着碧绿辉煌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。那边挥手的拍子要准一点哦。好，吞掉了水草。烦恼都装进他的大肚量，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，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，告诉你一个生命的地方，一个孩子的快乐天堂，像世界一样的忙碌扰攘，有哭有笑，当然也会有悲伤，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。大象长长的鼻子，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，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，孔雀旋转着碧绿辉煌，孔雀旋转着碧绿辉煌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，河马死掉了，烦恼都装进他的大肚量，装进他的大肚量。
高音带领着我们飞翔，高音带领着我们飞翔，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，更高更远更需要大家一起唱梦想，告诉你虚假那个，Uncle 开始拿钱包的 Uncle， 马上好，你看，这就是人生的真相，这么尴尬。没有，我们一定要想说那个最后的那个 announce， 对，记得把你的女朋友男朋友带回家，不要牵错人。好，祝福大家相爱成功，事业愉快。谢谢，我们明年扫墓节再见。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历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。你在笑什么？
我以为李宗盛。我没有，我下午用李宗盛的唱法唱陈建年的《海洋》啊。明年四月唱给你们听啊。你们现在想要听？只是心中不再爱，真的吗？哪一些为啊？不要冲动，真的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对，建年来，建年来，建年来哦，建年来哦。这一天啊，我背着吊杆独自走到了户外，徜徉在海边，享受大自然的清新啊，忘却所有的烦忧，心情放得好轻松。期待，那欢迎大家就是顺手将空杯空瓶放置我们铁花把的这边啊，方便我们工作人员做收拾吼。啊，若是你喜欢浩恩的声音的话，欢迎可以到铁花好店购买他的专辑，啊就可以无限循环的在家里播放吼，或者是你开车无聊也可以拿出来听，没有关系。好，以上感谢大家今晚的来，明天晚上8点在铁花村有缘未酝酿的演出，那欢迎大家。明天同一时间在售票口集合，那就地解散，大家晚安。